始在决定参加祷告团队的时候，是希望可以透过祷告给别人祝福，并且可以在祷告团队提升我祷告的能力。结果我参加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我是那里唯一的国中生，因此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会结巴，而且敬拜的时候也不敢唱出来。有一段时间我很抗拒，就是常常就是希望妈妈打电话给区长，请他帮助我可以退服侍。后来我没有放弃，因为每次在敬拜祷告的时候，神都深深地触摸我的心，让我可以感受到他正与我同在。当我每次祷告的时候，会可以感觉神在告诉我要继续，不要放弃，因为他的大能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的作为。而且我也有带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祷告团队，神也要因此改变他的生命。透过祷告团队，我学习到了更多东西，希望在以后的日子，在祷告团队当中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成长，也希望祷告团队可以带给更多的人祝福以及成长。其实我有一阵子，我其实也蛮羡慕，就是可以在台上，在敬拜团里面，因为你的服事是很是可以被人家看到的，你可以得到肯定，对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哇，可以站在台上很有自信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听到神就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我很喜欢你在暗地里面的服事。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服事，当你把焦点对准我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喜悦。每一天我都要拨时间出来，我特别跟神来祷告。”然后在祷告当中，就是不断的有神迹，对，就是很感谢神，他其实在我家里面做了很多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事情，然后我也很感谢神，就是把我放在祷告团队里面。虽然一开始真的觉得啊，我怎么会想要加入这么奇怪的团队呢？可是到后来就会相信，神真的是一个很喜欢听我们祷告的神。我们很开心，在过去一段日子，有很多的家长起来为儿童、为青少年、为青年守望。我们看见很大翻转跟突破，但是我们不满足，因为当我们越深入守望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越深的在儿童、青少年、青年中间，他们生命被这个世代影响。所以我们期待可以有更多的家长、更多人起来成为带导者。因为带导是带下突破的关键，所以也鼓励我们中间所有你关心下一代的人，让我们一起来参与最重要的一个征战，就是起来为我们的儿童、为我们的青年、为我们下一代起来祷告。